本院委员郑丽文、卢秀燕、郭素春、陈秀清、林鸿池等24人，要求卫生署长应该站在女性的角度，帮助女性远离癌症的威胁。卫生署相关单位除了自身的防治作业之外，应该多透过大众传播媒体加强乳癌防治的宣导，并且与民间团体合作办理乳癌防治的相关活动。本席要求卫生署国建局一定要提升乳癌、子宫颈癌的防治效果。根据资料显示，台湾人有100万女性从来没有做过筛检，乳癌有269万人，子宫颈癌有127万人。本席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，中央政府应该积极拿出有效的政策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郑丽文等24人的提案，本案作如下决议。函请行政院处，请院会有异，无异通过。黄委员轮书，反